据北京消息透露， 中共解放军总后勤部原副部长谷俊山涉贪污受贿大案即将开审， 中共18届三中全会前后， 军中将会有新一波的所谓反贪腐行动， 而中央军委前副主席徐才厚 以及军委前高层将是主要的清算目标。 有评论认为， 军队腐败或许只是冰山一角， 中共内部的派系斗争为了权力和利益是不会停止的，而所谓的反腐倡廉只不过是欺骗老百姓的障眼法而已。香港《明报》9月2号报道，随着谷俊山贪污受贿案即将开审，报道透露，2012年2月由于谷俊山在军中后台强硬，而且其贪腐案涉及前任军委领导，一年来军方查处遇到阻力，因此一直比较低调。 尤其是在直接推动彻查谷俊山案的总后政委刘源未能进入军委之后，更有人希望草草了结此案。刘源曾说过，查处谷俊山的阻力不小，这已经涉及到共产党和解放军的生死存亡。《明报》表示，在身兼中央军委主席的国家主席习近平的支持下，谷俊山案才得以一查到底。谷俊山的这个腐败啊、贪污到这么严重的程度，八年内。 简直是如入无人之境啊，升得那么快，根本原因在于江泽民当年治军的腐败问题。因为江泽民呢没有什么根底，他想在军队里边建立自己的关系网，他就是通过腐败去提升了一些所谓善于逢迎、投机取巧啊这样的一些军队干部。谷俊山于去年2月被拔掉总后勤部副部长职务后，事隔一年半，大陆媒体首次就谷俊山案对外披露。 他的官运亨通和善于搞钱有关。日前，大陆媒体一读以“落马中将谷俊山升迁之快”匪夷所思为题，着重报道了谷俊山从校官变为中将，八年时间升了五级的传奇经历。在博案之后，大陆媒体对江派军中亲信的晋升速度用“匪夷所思”来形容，相当引人关注。 一度表示，对于涉嫌犯以权谋私、滥用职权、贪污受贿、乱搞男女关系的谷俊山，迅速升迁，与他搞钱的能力有关。你看他表面上说他是因为会搞钱，其实他暗含着意思，搞钱怎么搞到的？搞钱之后他又给了谁？这就是说他牵扯贪腐败这个问题，就是深层的。谷俊山于2000年前后进入总后勤部，担任基建营防部办公室主任。 2007年6月，担任总后勤部基建营防部部长，全军防改办公室主任等职。2009年12月，担任总后勤部副部长。2003年7月升少将。2011年晋升中将。短短八年，谷俊山从办公室主任跃升为中将。据了解，总后勤部是军中管钱、管务、负责采购的部门，一直是中共军内实权单位和油水最丰厚的部门。谷俊山在担任基建营防部部长时， 主管各级军官士兵的营房建设和维修，每年人民币数十亿元的经费都由他管理。在网络上被广传的一张名为“将军府”的照片，就是谷俊山在寸土寸金的北京繁华地段为自己建造的官邸，耗资上亿元，占地20余亩，内有三座别墅群，极度奢侈。谷俊山家中被查出藏有上千箱的茅台和不计其数的名表、首饰、字画以及大笔现金和黄金。 解放军目前来讲，他这个现象呢，也不是一个偶然的，他是一个很普遍的现象。将军呢，通过他掌握的这个权力来腐败，那么当兵的人呢，通过当兵以后呢，可以改变自己在农村呢这个处境。中国老百姓已经给他们一个名称，叫做“茅台军队”。茅台将军，就中共的军队现在呢，就是喝酒啊，就是吃吃喝喝，就搞这套东西。《明报》披露，三中全会前后，中共军中将会有新一波反贪腐行动。 包括徐才厚在内的军委前高层将是主要针对目标，而徐才厚是由前中共领导人江泽民一手提拔起来的。